大家好，我叫张云吉，我的小名是豆豆，我叫申恩琪，我叫张申汉宇，我的王继凯，王继准，我今年四岁了，三岁，我今年，我五岁，我三岁，我爸是军人啊，那不是父亲。我爸天天来接我的时候都给我带冰激凌。我三岁的时候，爸爸答应过我，带我去迪士尼，那里玩。爸爸就是爸爸买给我的。爸爸平时回家多不多呀？算太多，少。星期六来接我，但是他出差了，不能来接。我希望爸爸不仅能保护国家，还能保护我们。爸爸是我心里面的英雄。爸，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请你给我买一个大的中国相机，好，带我出去玩，给我妈妈买衣服。我想要六一儿童节让爸爸回家陪我画画。我想要对爸爸说，爸爸我爱你。爸爸我爱你。爸爸我爱你。